系喎，对唔住，对唔住，哦、啊，做完佢嘉宾之后，系系啊，第一次见翻咋？吓，仲要第一次见翻？系啊，即系成四年噶。系啊，系啊。因为你匿埋咗埋间。唔系，主要佢而家听讲佢正职系凑仔女，佢忙到飞起啊！佢系啊，我朝朝送翻学噶喎，系咯、啊，系啊，唔系而家讲啱啱就演唱会完咗之后。咁啊，阿紫華神有戲咧，咁佢又忙，咁跟住之後忙咗兩年，跟住就疫情啦。咁疫情大家又冇得見啦，咁樣咯。基本上係冇見任何朋友啊！呢兩年講真，差唔多見好少，好多即係、就是、我哋特別圈中嘅朋友係好少見。所以大家可以一個廣告就嚟嘅，你可以做。所以我哋一見面都嗰一次都係傾咗好耐，傾咗好耐啊，係啊，嘥曬人哋啲時間。我哋啱啱都有講，即係如果你講拍戲，梗係想啦。咁我都有啲 project， 有啲劇本。咁如果得嘅話，咁當然係想揾阿紫華成一齊拍啦。咁我覺得大家都要俾佢睇睇先。頭先都講過啦，只要佢有眉都唔使等木，就已經可以傾。